1946十一月七日，飞机到上海，甲转移的人家，讲去参加这個。啊，我看所有记录，咱的人到第时阵，伊规个现场拢写甲差不多啦。我敢若看两三个人有讲台湾的地方自治的经验，因为日本人伫台湾才有地方自治的经验，所以有讲两句地方自治。都总合起来。被超过两三百字，无干济，差不多两百字左右，拢做个安尼尔。所以这个宪法讲有台湾人参加，其实无迄个代志。所以美国的学者就该写得真清楚，中国的制宪无台湾的代表参加。文章不专门大家有看，但是我要甲注意报告，唔是即几点。想要紧的一点，咱十七个国，真十七个，捌汉文的，唔捌汉文的，十七个内面四个也要讲因的普通话，十三个也要讲，用这一款对语言的发言。代表咱台湾去的，不要讲话，要讲什么话？是看你坐多少，你做领导，做领导哦。我要讲的想要变，也不是这点，主要是十七个当中日本人啊。我个人出身嘛是日本人，当中是日本人，国籍是日本人，这点是想要变的。原来想要一只哦。我将我真正秘密武器摕出来，因为这点我唔捌讲过。我多咧整理这个文章，啊，今我先讲出来，你若是我表以后，我咪抄恁个。因为台湾的国籍的问题，伫1946年正月十日，南京政府讲台湾的国籍，才全部变作中国人。但是这是违法的，迄阵也无宪法，违法的。因为国籍法是1929年伫中国施行的，迄内面写得真清楚，什么人会当归，会当做反中国人？伊写讲，老爸是中国人者，你这个囝就是中国人；无老爸，有老母，老母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啊！这当时十七个国籍的人的老爸拢总日本人，所以伊也是日本人，啊！这边还变成中国人。中国当时无一个法律来说明讲台湾人家会当全部安尼一瞬间全部变成中国人，无迄个法律。国际上，你变何者人变作中国人，要爱心功课，一年。半年，或者两年的时间，互你家己想看嘛，你爱要选择什么款的国家国民？日本人1895年来到台湾，当时也是安尼做，迄个时阵都有两年，所以有5000的人，讲要等于登山。当时台湾人口300多万，5000的人讲，伊要等于登山，啊，就陆续等于啊。无到半年，迄5000个人的一半以上，阁有哪白动个？阁在，这是事实。我像你讲，就是当时的制宪的国代代表十七个，全部是日本人，全部拢日本人。啊，日本人去中国当国会要制宪，含中国有啥物关系？台湾当时也阁毋是中华民国，而且是国民政府。以前还袂，现在还袂出来，还阁毋是中华民国的政府的体制的时阵，台湾这个所在，属于什么人，还阁无人知影。一直到1952年的4月28日，确实我知影讲，啊是什么人，就是讲日本搞出来安尼尔。所以迄个时阵，讲台湾十七个国民大会代表的这个揭秘，好笑。啊，我是要讲一点。因为有一个
台湾人大家真钦仰的一个姓郑的一个人，伊讲一中宪法，到尾只要叫阿扁啊，无叫这个马英九甲扣掉，讲初期的一中宪法就是咱的根本，台湾的解决要含中华人民共和国解决，不然啊，这部宪法会当替咱来讲话，咱要根据这个要解决台湾含中国问题，我讲。免见讲的无即个一中宪法，台湾含你中国的界限完全无关的。我要讲的一句话，因为当时去的人，用即卖话来讲，上届是外国人的观察队啦，来看我们原来咱这界，完全不是界限的一个 member， 完全不是，无设计，全部拢外国人。我今日讲，咱大家。对于不叫很下来吼，用上紧的速度，明仔来刀割吼，这地的出错我变超劣，无要紧。我讲完，只要有对台湾有利的，我知影来，我全部我免做。这就是台湾的属性的啥呢？的根基。当读过我开始的时候讲的几句话，咱每年的将会就是结算过。每一个人要怎麼想，要怎麼去做他的投票行為，你自己決定。在我們的這個想法的主旨裡面，確實不可以在中華民國下底來選舉，什麼總統什麼，在美國人在看，這都囡仔都在看他。你要說空地也沒關係，不在你說，美國人在邊頭前，但是我們要心裡有所。这个总统的选举，咱头壳甲串起来，卖想伊是总统的选举，是人民意见最集中的表现。咱要讲公道排赛，不是法律上的公道公道，人民意志的表现。谢世人投了靠的800万的票，当认为讲爱好蔡英文的时候。至少很多，不是讲我蔡英文要做中华民国第几届总统，不是这意思，是台湾800万的人已经打出来，阮家己要变做正当的国家，和美国人看，美国人都够有家己去做应该做的代志，我要顺这个势，在座一定有身体真好，这个各种的钱啊，穿的拢。秦娜我捌学过，我知影秦娜一个真大的关节，咱拍过来恁人家懂，你顺，我是查囡仔，人要给我安怎，我会画，无要紧，拢那是啦。要紧的是人家一个石头，卡直接落落去，啊像一个手中嘞切落去，啊人过来就往往落，有人讲一个抵抗的时阵，顺利了。咱做咱家己应该的，所以真侪代志咱来想足清楚，无着代志好好去思考，要哪对应。所以我咧想就是讲，每年的正月十四这个当作台湾人共同要表现，阮有爱的台湾这个所在，以及最重要的一个。所以咱在座做无得想，安尼和咱完全不相，无唔对，我不得不。在台湾这个所在来登记，比如说就是郭某山发起建国党，对雷建博的关系，我无同。雷博这个时阵，我无同做代志，啊，我伫这个法律那边，我来做代志。所以有这种可以跟我做法，内在的正义，法超法的正义。
你伫看咧外围，人会讲政治。我其实讲出来，大家拢知影。孙中山当时要去革命，就是讲好，我下回哦，李鸿章要别改革，李鸿章替人等个等等个，几十万等个，啊好，内在正义平衡呢，我超我的正义，我惊发到意外唔安，台湾要脆弱就是安尼，咱起码归归。一寡行这路，啊，这段路咱准备，必然是行这路，有哪会使？这是学术上甲应用在咱现在要咱做代志，上底具体的一个方式。所以对这选举，我的看法是以上所讲的安尼。啊，若讲美国方面这关系，美国经常有人来这，来和咱做伙，但是我会使安尼讲。美国不是一个国家，美国五十个国家以上，美国的行政系统，有国内系统，有国防部，有安全会议，有 CIA， 有国务卿，有白宫，司法部，每一个单位的力量不一定相同。因为参议员、众议员的想法不一定相像。我这个众议员叫中国买收偌济，迄、那个买收偌济听都无相，所以讲话出来都无相像。这个本质，你若大家会当甲体会的时阵，你就知影讲，本来我今仔暗时安尼联络，啊，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尔，迄不是全部。啊，有这个部分想要见一句话。政府退出来，你还没在联络，啊，有什么本事给你？有政策本事无？政府在倒位，那无可能用国民拢无算。今仔日台湾和美国关系，美国绝对袂放生台湾，啊，美国利用台湾咧做伊利益，会清楚。啊，咱台湾就是讲，今仔日互你用到六七十年啊，差不多啊，应该。将台湾人应该有的权利甲尊严平衡，咱要争取起来。所以即马上具体来看，明年初一节选举，咱若会当抢啊到700万票、800万票以上的时阵，美国人就非常了解，讲台湾人在想啥。在民调啥物位置了吼，足歹讲足歹讲。我家己也捌做过民调，我伫日本同学会。你负责的时候，我做民调，讲一个较实在的民调，我家己写的。我家己写，我要叫什么人来，啊，互投嘞，我拢知影。啊，迄个票就关起，啊，迄个人我都无叫啦，啊，就无叫。所以这款的物哦，选举的投票是上准的。啊，迄个准我还阁不是讲100%准，因为有诶摕着人的物，摕着人的钱，等等，啊，无投袂使。但是我是安尼讲，以后咱来出去选择。假使有人佫摕一个，什么马祖婆啦，吼、哦，即、這个什么什么，关公啊，迄个咩东，你即头先看，算是讲你若无安那安那安那，我讲若要用一个吼，第一个我是问马英九，马英九，你敢叫你老母出來，吼、哦，请你老母出來，我要问一句话，无啊，我爸讲，阿婆啊，啊你。生这个马英九，到底是中国侵略，还是香港？你即摆开始回答以前先讲，你若讲袂出话，马英九认死。啊，看伊安怎讲，看伊安怎讲，伊一定讲错了，错了，讲错了，我认死即句话哦，对不对？啊，佮即新民讲很很准。文书写讲伫香港啦，啊，香港因病猫出见面，啊，像我们现在的以青春啊，青春啊，一定是安尼讲。因为马英九去国民党修复，家己写亲笔写，伊伫时1955年7月13日伫中国广东清除之时，啊，若安尼时，迄阵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国差不多八九个月，所以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我想这是咱和美国关系，美国被随时和咱家发生什么款重大代志，无可能是有哪咧甲咱利用啊，利用咱去做因相对有利的方式，啊，咱就要争取个时间来缩一下短。这是我个人看法，啊，因为今仔还阁有不加济时间，无定啊，大家还阁会当等一下，真济个问题，若要提起，大家来探讨。我相信，我会逐句话，今仔只拢记录。我唔嘛讲，我讲每一句话拢事实，因为人对迄个真实，发一只措辞，虾米是真正真实？事实若无讲出来，这个人会真艰苦。啊，毋是啊，别讲。咱的老母，台湾这老母，你的公名，你的名号是虾米名？咱到今仔日毋知影，真悲哀啊！这个代志若袂当清楚，老实讲，咱暗时啊要困吼，咱就感觉安尼，职业。难民啊，困袂去。我举一个例啊，即使你也真正关心台湾代志，啊无关心你一定关心的。有一个人甲你讲，你乡亲，诶，我姊丈、我爸丈甲你讲，来，你囡仔时代，我看即摆你变半老了，我甲你讲实话，你并不是，你计爸爸伊的生意。你的爸爸是另外人，还佫低嘞。安尼是过了，这人会起笑。我比如讲安尼，安尼若对咱台湾这所在，咱的母亲，你的芳名咱都唔知影。那是讲真正疼惜这个所在人，唔是用嘴讲的。经常咧困拢会去想这代志，拢会去想。我讲实话，我唔知影讲，今仔头先今仔来参加，啊，我真感谢，我前天都忘记你啊，因为伊山呀，我先带我都忘记你，忘记，啊，你即马伫遐咧创，所以他我礼拜第一句讲，啊，你即马咧创啥物？是遐有关的啊，因为我忘记你个代志，啊，我唔知影，我想尊敬的杨妈妈今日。这次我若是先知影哦，我咪帮你嘛。你讲，你今仔来，小弟仔你怎么说实话？因为阮有亲情关系，佮一定非常非常敬重你，迄个精神佮牺牲伊家己个私人个经济方案来奉献予台湾人民一点毛色是非常非常感动。啊，无我想，咱我讲话到遮到十点半。有些短的，啊，咱是手机方便啦，平台方便啦，做啊，什么问题拢好，但是经过讨论来了解我规个个性对台湾民众的个性，啊，我个人对别人我袂瘾讲的，袂瘾讲的，我唔嘛讲咱是一个文明人，讲话实在，袂讲翻。可能今仔讲一礼拜后，事实完全无相，或者是讲固定一个月后会变作啥款，又讲迄代志头尾拢无来。我平时讲迄款无可能的空头支票的代志，我想我会到遮正式结束，感谢各位。感谢咱民进党主席夏正民博士精彩演讲。现在开始有半点钟的 Q&A， 有人要提出疑问的啦，来当场请夏博士甲你解答，请。